这他妈的一说肯定嘴打出溜啊。看明星拍戏不如来看直播。人呢？去哪儿了？哎呦，闪现。吴磊嘴上说不要礼物，下一秒，哦，又来一个那个。叮铃叮当当当。不要说我了，不要说。哎呀，不，等急。感谢宝剑锋老师送的魔法城堡。那个，谢谢那个我的衣服啊，那个我的好大爹。这两人在这演喜剧的吧？会学马叫吗？会学马叫吗？会啊。你学的没有我像，我们一百个。除了马，我其他都很像，学那个驴驴驴，怎么样？嗯、吗？卡住了，这么精彩的表演卡住了。弟弟的嘴瓢还有救吗？我们各自举好各自机位，我们那个能够推舟，能够推舟，能够推舟。能够推舟。你别说了。一个假人模具让他吓到，满地找头。张强姐直播直接上国粹文学，不是羊排素，我不弄这玩意儿。见到梦之导演那天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能那个出舞台就给我淘汰了。那他问我呀，问我还不回答，那就别直播了吧。这他妈的一说，肯定嘴打出溜了。真麻烦。还有人不知道金晨的雨衣，我都会伤心的。哦，雨披是双人的雨披。就是貌似有两个脑袋，然后就可以跟你的对象就是套在这一个皮里面。热巴差点被一只玩偶整崩溃。你要不要安抚一下他？好像更难受了。我得还给你，我天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完了，赶快走开，不要回来了。马上走开，不要回来。哦，马上回来，不要走开。